民众开车在路上，发觉前方车辆的后车厢不仅有台脚踏车悬挂在外面，仔细一看，里面竟然还躲有小孩躺在后车厢内，吓得后方驾驶赶紧拍下来报警求助，就怕对方发生意外。真的很危险，因为那个车盖看起来没有绑任何牢固的动作，所以有时候甚至在开有那个路比较颠簸，它还会上下先动一下。事情就发生在7号下午3点多，当时一对夫妇行经嘉义市吴凤南路以及军会入口时，发现前方银色轿车车厢没关好，往前一看，竟然发现里面就躲藏了一名小孩，抱着脚踏车行驶在大马路上。热心夫妇上前劝阻，但对方却不理会，继续往前开。事后目击民众也将影片交给警方，同时因为牵涉儿少权益，嘉义社会局也已经介入调查。那目前呢，我们也针对这个影片中的车牌号码呢，请警察局来协助。载运人客乘坐不依规定，货物不稳妥，行驶时鲜有危险，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疑似为了贪图一时方便，让小孩子抓着脚踏车躲在后车厢，警方也将依车牌巡线，将危险驾驶越摊到案，并且依法开出罚单。谢谢，刘坤的